好，我是魏郎。那我们刚刚从这个富里啊，富里镇呢，然后要往这个什么，有一条路是要往这个东河这里哦，就是到海岸线那边。那我们在这边这个过了这个小田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三个瀑布。那现在呢，我们就到这个西岸呢，先去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瀑布哦。那去这个河沟，继续往上。那其实从远处可以看到这个瀑布非常壮观了、啊。那我们现在就沿这个河沟，换到晚上去看这个瀑布到底是多壮观哦、啊。那这个车开进来大概从富里开进来大概要二十分钟就会到这个停车的地方。那因为它那个路挡住，因为前面是人家的地哦，所以我就停在路边。那我沿这个河道，啊，这个他们做的河道，慢慢的往前走。我看这个路应该大概五到十分钟就会到这个瀑布了，因为它在前面，你看。只能沿着这个河道慢慢往上走。哇！哎呀，都是盲潮啊！越靠近这个瀑布，它越大，啊，不然呢？越壮观啊！那这个水呢，蛮特别，是这种咖啡色的颜色。那除了这个瀑布之外，等一下要去一个支流哈、哦。那个瀑布呢，是应该是全台湾最特别的瀑布。那我们等一下去拍哦，先把这个我前面这个拿下。从停车那边走上来大概二十分钟，就会看到这个非常厉害的海岸山脉的壮阔的中沟瀑布，有没有？是不是？哇，超高的！好，那在我的后方这个呢，就是富里镇跟成功镇的这个交接处哦。那这个呢，就是中沟瀑布。那这个瀑布呢，大概已经超过100多公100米以上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我们瀑布的底端哦，然后它的上面还在这边，从下面看不到上面，那从远一点才看得清楚哦。那瀑布呢，它没有深潭的，它深潭就大概是这么而已。算是一个非常清凉的一个瀑布哦，因为这边那个瀑布的气也打过来了。那这里没有网路，那我等一下找另外，等一下去找找看这附近有另外一个瀑布哦 ，Jasmine 那个。不过，那我们就拍一下这边的风景，我们等一下就往回撤哦。
边的路有点崎岖啊，不愧是要去这个特别秘境的道路啊。说他们在前面，这里看起来蛮阴森的，很符合这个瀑布的名字。就是你了吧？那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的溪水的颜色，它属于一个咖啡色，本身就比较神秘了。然后加上这个瀑布流下来呢，它的岩壁就是黑色，就像这个女生的头发，还有这个潭呢，都是这种泡沫，所以让人家联想到这种恐怖啊、鬼故事的一些情节哦。但是呢，只要你心存善念呢，就不要怕啊，因为大自然呢，它会保护你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女鬼溪往下走。这个女鬼溪的前面，溪中居然长竹子！哎呀，拥抱！哎呀，哎呀！那从这边远一点看呢，就可以看到这瀑布的总共有三层哦。这边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跟第三层。哦，这个高度蛮高的，海岸山脉的这个就是纵谷这一侧的一个瀑布哦。OK， 但是因为我的空拍机在充电了，在飞这个什么，飞那个瀑那个罗山瀑布的时候就没电了。那没关系。就把这个美景拍下来给大家看到，下次大家可以来飞这边飞空拍哦，然后碰碰水这样。那我们现在就。那我回到这个彩岸道路上面哦。那这个中沟瀑布呢，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左右。那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走着河沟一直往上走。那个路也算蛮平的，有几段是那个芒草路，比较难过哦。那其实在这个远方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停车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瀑布了。哦，那里。那边哦，那算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然后又非常壮观的一个瀑布哦。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结束哦。那下一集呢，如果可以走到，应该是猛的瀑布，一个很特别的瀑布。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